眼睛是春天的海，青春是绿色的河。
第一届福州平江登界小学开心聚会现在开始。尊敬的老师们，亲爱的校友们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。红砖数载，温馨如昨，依然缠住心头。苍山岁月，依稀如梦，但愿既能你我相约彼岸，携手叙旧，几度风雨再回。欢歌笑语，举杯同庆，友谊天长地久。今天我们能欢聚在这喜庆荣誉的麒麟金阁酒楼，要感谢几位筹备组的同学，特别是毕生同学和尤青同学，大家掌声感谢他们一下。今天我们也要感谢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聚会的老师和校友，让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，敞开心扉，尽情的高歌乐舞吧。东街小学首届校友聚会现在开始。师恩重如山，师情永不忘。首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老师们上台。掌声欢迎我们老师们上台。上台照张相，主要是老师上台，我们让我们送上一束鲜花，表达我们的衷心感谢和深深的祝福。女同学来送花。来，我们送花，老师接受我们的鲜花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对我们的栽培，我们永世难忘。咱们是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送给老师。老师请坐。那同时呢，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渝北福州平江中学校友联合总会的，还有美国福建同乡会第一常务主席郑思琪主席，大家掌声。对，郑思琪主席呢，百忙之中呢，他抽出非常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校委会，同时呢，他也送上了一枚那个金匾，同时呢，我们也热烈的邀请他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，好吗？大家来点掌声，来给我们郑思琪主席。尊敬的毕胜会长，尊敬的各位老师，各位嘉宾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非常荣幸，也非常高兴，受邀来参加第一届福州平江中学小中学平江小学，对不起，平江小学开心聚会。在这里，首先我请代表渝北福州平江中学校友联合总会，向今天的开心聚会表示热烈祝贺。谢谢谢谢。今天我看到这个场面，觉得非常的温馨，因为同学两个字是大家顾名思义是源远流长的，所以来到这边非常温馨，也非常的谢谢谢谢主席，非常的高兴。特别在这个我们的刘主席刘会长领导下，这些同学非常的热情，大家非常热情。我衷心的希望在尤主席的带领下，会有
蒸蒸日上，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，为社区的繁荣，为早日实现中国梦，加端天网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最后，祝在座的各位嘉宾、各位老师、同学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端午节快乐！掌声来一点，谢谢！来，我们照下相。啊，有毕生同学上来。谢谢谢谢。